结束了一天丰富的旅行后，两人也陆续回房间休息，养精蓄锐，等待明天的活动。Florence 合上了双眼，恍惚中好像梦见了莫道克在打这封信的样子。亲爱的 Florence， 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对我而言有多痛苦。今天巡逻到甲板时，看到里奥纳多和凯特温斯雷抱在一起浓情蜜意的，是吗？这怎么能让人忍住？所以我就去酒吧，直接跟 bartender 要了一杯长岛冰茶，小酌几口，好像能够缓解那么一点点你不在身边的忧愁。不知道在英国的你好吗？想你哦，莫道克上。Thank you.